你下午来机场干嘛？接人吗？不是，我们要去旅行。嗯？你不是说你没有灵感吗？正好我要去海岛为新餐厅选址，也带你去外面的世界寻找一下灵感。可是我都没有收拾行李啊。不需要收拾，带上身份证和我就行了。 看到那边有一个背双肩包、穿白 T、戴眼镜的男人了吗？嗯，他是个娱乐记者。我们现在顶风作案，八成他就是来跟拍我们的。你确定吗？凭我多年的经验，不会错的。那太好了。嗯，下一个。 罗经理，罗经理，在看什么呢？笑得那么开心。今天最新的新闻啊，意外和阮总的谣言不攻自破了。哦，原来是因为这个事情啊，那是挺值得开心的。真羡慕他们俩一言不合就跑去度假呀。嗯，所以说，谁让他才是老板，我们要努力踏实的工作。嗯。<笑> 依然姐，合同你要过目一下。好的，辛苦了。嗯。